下一个作品是告白威龙。关关雎鸠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对，好逑好逑，哪个对打哪个对，君子对打淑女对，请。好了，不要再闹了啦，你们这群臭小子啊。《关雎》这首诗呢，是中国历史上一首非常有名的关于爱情的诗歌。友情提示：爱情虽美，但不能早恋哦。下课，背诵并默写全文。我下节课要抽查哦。不行，抽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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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。屁呀！语文课不背课本干什么？你以为你戴个面具，我看不到你。欧阳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拖堂了。这群臭小子啊，不骂不行的。哦，对了，下周就是艺术节了，他们的节目就拜托你喽。走了，慢走。这是什么姿势啊，大哥？搞艺术的老师也不用这样搞艺术吧？哎，艺术这么奇怪的吗？你不懂啊，在我的地球里只有贝贝老师一个，看到他我特别紧张。那你也太紧张了吧，每一次你见到贝贝老师你就莫名其妙的。胡说胡说胡说。不管怎么样又输了吧，我就说今天欧阳老师肯定不敢跟贝贝老师表白嘛，拿过来。那这是我最后一根棒棒糖啊。梳子给你了。那你在干什么？你们还在说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不要装了，欧阳老师，你喜欢贝贝老师，除了他自己不知道，全校都知道了。哦，还有啊，一年来，欧阳大哥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向他表白呀？哦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们不再说这个。反正，好好珍惜今天，是我最后一节课了。知道了，你要回老家？不是。是我要回老家了。是我国文不够好吗？是他国文不够好了。是他灵魂出窍啊。欧阳老师，你这样真的很难沟通啊。啊，听不懂听不懂啊。哎呀，喂，你喜欢的是国文老师，拜托你练一练啊，大哥。你只要记住几个简单的词语就好了。对吗？比如说了，比如说了。嗯，一见倾心。嗯，哎，一见倾心，闭月羞花，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沉鱼落雁，长相厮守。哎，这个进不了，进不了，太多太多。哎，还有最经典的白头到老。哎，我喜欢这个。哎，白头到老。什么白头到老？不行，贝老师，我们白头了。贝贝老师，静下来！哎呀，你完全听不懂。出来一下，我就说他不行嘛。这个不错。你和我们都沟通不来，你还告白呢？你太美廉了，我走了。不不，哎，你走哪去？别别别别，快快快，激动啊！回来呀！每一次遇到点挫折你就跑，你还像个男人吗？自信一点好不好？你告诉我怎么办？你可以想象自己是天王啊！哎，天王？对呀、啊，我哎，你就是郭富城，而我嘿老的王，而我是张学友，而我是张继伟。哎、啊，你是黎明啊？黎明没特色啊。但是四大天王里面也没有曾志伟吗？你必须是黎明。好，我是黎明。我们就是四大天王。哦，怎么样啊？对你爱爱爱。谁在吵？杨宇光，又是你！
师，欧阳老师有话跟你讲。还有什么？这次自信一点呐、啊！记住，天王呢、啊？怎么同手同脚啊？你好，我是郭富城。啊，郭富城？想想办法呀、哎老师、这个样子，这个样子是我们在排新节目了。啊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在排一个、舞蹈。舞蹈。一个这个风格比较独特的，同手同脚的，有浪漫气息的。不会是郭富城的浪漫音乐？你躲哪里？哎呀，说你棒啊！干什么？你们要是还在排节目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没有，贝贝老师，我这里有题不会、啊。哎，你跪着干什么？你到底要不要表白？你要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不知道。还有，来，把你那个面具拿过来。啊，这是我自信的源泉啊。那你要不要帮朋友啊？要。你在打电话给谁呀、啊？你不知道。哎呦，欧阳老师。这是最给我自信的面具，我每次戴上它，我就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。我现在把我的魅力给你，来，那好，戴上它，会很管用的。那兄弟，你呢？没关系，我还有一箱。加油，加油啊！贝贝老师，欧阳老师有话和你说，加油啊！欧阳老师，你说。贝贝老师，我。真的不行啊！别怕 ，Be a man， 黑怕 man。Yo， 不想叫你佩佩，想叫你宝贝，不想叫你佩佩，想叫你宝贝，你说 O 不 OK？ OK。我不想做你的好朋友，其实我最想跟你手牵手。我不会 popping， 但我会发抖。没有你，我愿意做一只单身狗。贝贝老师，每次听到你叫我欧阳老师，我就觉得你很可爱了。还有听到你说你皮痒啊，我也觉得很可爱啊。每次看到你出门的样子，太可爱了。不知道我怎样说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贝贝，我等了你很久了。这个男的是？啊，这是我的同事欧阳老师。你的书上我有听过，少了很多呼吸感。要不我教教你？哎，不用了。你说一下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贝贝的未婚夫蓝。哎呀，你不要闹他们了啦，表哥。表哥，他就是谐音梗嘛。哎呀，一点幽默感都没有，真的是。我去下面等你去了，贝贝。好，拜拜。那就说明有机会呀、啊。有戏呀、啊。欧阳老师，其实你每一次做那些奇怪动作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你又好笑又可爱。你下一次会是什么样奇怪的动作呀？我好期待哦。他是什么意思？坏事，这你都听不懂啊？他喜欢你啊？还不明白？以后你要和贝贝老师一起学国文啦。2 1 2 3 4 1 1 2 3
爱奇艺。